这往哪儿想去？人家都想了，我很伤心啊！但是你心里没用啊！对，江哥，相声表演艺术家姜昆是大来宾程志的多年好友，二人经常一同参加活动演出，给彼此留下深刻印象。今日姜昆老师更是专程准备礼物前来，程志将作何回应呢？姜老师也带了一幅字啊？对，这是谁？也是乔治给写的《军旅春秋》，云烟花甲，往事心头，一煌煌历史，一坛池玉，未知高手，尽展歌喉，年少荣行，将门后代，痴爱美声，勤自修，为部队赴五湖四海，随处漂浮，人生潇洒无忧，为诚挚功名未所求，任豪情万丈潜心投入，初心不改唱将清求，桃李芬芳传承后辈，弟子众多青史留，知音阔更恢宏沧海，一夜清风。哎呦军旅生涯60周年啊，高歌60周年。